卫生间的垃圾桶一定要挂在墙上，这样方便打扫卫生，最好有盖子，可以避免尴尬纸巾，减少异味。要是垃圾满了还能一键打包，那就太棒了。另外还有一个挂钩，可以挂在柜门上，这样就不用弯腰摘菜和削皮，扔水池里的垃圾也不会滴水滴到地面，盖子上还有一个小挂板。